那在这个我们雷藏寺大幻殿，有连来上师问，我们念这个莲花生大士的咒，嗡啊吽，贝扎咕噜贝玛斯蒂吽舍，啊，那有些人在问，是不是可以念像师尊那样短的，嗡贝扎贝玛吽，啊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？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按照密教的说法，长咒、短咒、心咒，都是同样的功德，同样的功德。如果你自己时间长，你就念长咒；如果你的时间短，那么你就念短咒，啊，但是不要学偷懒，啊，不要学懒惰，就是说哦，什么都是短的，那一下子就结束了。